跟你介绍一下 Tokyo 二号 Startup 啊，哎，队伍，这是团体，这是团体，我们要绕到后面去，人多到要绕位啊，这是什么团？这是要去哪里？为什么那么少 ？JX 哦，新加坡。重点是这个，这个应该没事。啊，这个呢？这里面都是相机、电脑，有可能过海关会被。玩，他会怎样？不会怎样，他就会一个一个翻出来检查。然后他就问我计算机要干嘛，我就说我要算机。那你为什么会猜测？我就没说到。你知道我那时候在你家的时候，我看到你怎么不告诉我？不是我，我不知道你有什么作用啊？我以为就是算汇率，算汇率。最后呢，我的总计花了45分钟才报到，还蛮快的。人机还人心惶惶，脚架超多，对，好像很恐怖。我真的出国，真的带相机的自己注意哦，注意你的心情。好，现在出关，出关不能看。现在自己在登机门这条，现在其实店慢慢的开回来，跟去年6月那个时候看到比较不一样。我们的飞机来了呀。是记者是不是？有没有看到性感的劳斯莱斯？有闻到味道吗？还没。有烧肉的味道吗？还没。闻一下，马照。马照。This time， 我们的飞机 delay。Yeah. Half hour。没有在睡了，在睡了，没有人出国会睡觉了。你晚上还不课的 ？OK 啊，舞先跳起来，你有没有听到那个声音？咚咚咚咚击咚击破的。台湾的旗舰店，你眼神是空洞的。那？空洞的。你刚刚那，我刚刚讲什么？这是旗舰店啊。然后，涩谷是最大的。哦，还有在听，我的天哪！登机，登机，什么心情？愉悦的心情。你花机票钱睡觉？我花机票钱前往东京了。哦哦，好，怎么了？好，可以。这是一个过程，没错。啊，过程。谢谢，拜拜。哦，有看过是不是？哎呀，哦，这个贵客有看过我的影片，对对对，不错不错，你还算蛮有品味的。然后再看一下有没有一些新的东西啊。天气之子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太牛了！太牛了！然后跳下来。你太累了，你太累了，你已经在累了。Change, been through a lot of pain.
Some things are not the same as they were a year ago, but all will be okay. I move on each and every day. The past is where it stays, way back a year ago. I've changed for the better this time. I thought I would never be fine. I strive just to say I'm alright. And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long time, I'm alright.欢迎 Tokyo 之舞，我不知道 Tokyo 我们刚在我们来的巨鸟，好爽，一堆日本人看我们在啥，没错，好亲切的国度，就是都听到很多中文就很舒服这样。这是搭乘的是新宇航空 JX804 台北飞往东京成田，机身编号 B58301A330900neo。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一集的飞行记录再见，拜拜。